大家好，我是更新就涨粉的考古。由于考古的飘的可以解说喜剧了，那么继续挑战一下更高难度的国产经典剧1990年版的《封神榜》。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新王过手，侵蚀几行姓名，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栽树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西伯侯纪昌，北伯侯崇侯虎，朝见代王。四位伯侯远道来朝。故事起于商朝的一年开春，商唐的年会开始，各路诸侯来到殷，现今河南安阳，朝见纣王。这位长得像当年标准暴君萨达姆的就是纣王。纣王这一族是皇帝的后裔，祖先成汤灭夏，所以纣王老说成汤600年江山，大臣们有的时候也称呼本国为商汤。纣王的父亲是帝乙，有三个儿子，纣王是最小的儿子，子姓名寿，脱粮换柱说的就是纣王。一次群臣赏牡丹，飞云阁塌了一梁，纣王就拖着横梁让别人把下面的柱子给换了。帝乙驾崩的时候就把王位传给了他，并托孤文仲太师。所以古代那些劝诫君王立长不立幼的大臣们会把这个事情作为实例写在谏书里，意思是别看现在勇猛有才华，但是登上皇位就昏庸无道了。也由于是小儿子，所以大臣们急眼了，骂纣王的时候老是骂阴寿小儿。解释完这些名词之后，我们开始我们的故事。先说到商朝的年会，二月开春，万物复苏，诸侯从地方来到王城觐见。纣王当然要主持众多仪式，带领群臣去上古正神女娲娘娘的女娲宫进香，庆祝女娲娘娘生日就是其中一项。众人来到女娲宫，女娲神像当时是被幔帐盖着的，纣王跪拜的时候吹来一阵风，这就出事了。恭祝女娲娘娘福寿无疆。恭祝女娲娘娘福寿无疆。这个女娲好眼熟啊，是不是很像金枝玉孽的皇后娘娘？纣王淫心大起，就在墙上写了首诗：凤鸾宝帐锦非常，尽是泥金巧样妆，区区远山非翠色，翩翩舞袖印霞裳，梨花带雨争娇艳，芍药浓烟逞媚妆，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是君王。看这诗，丞相商容和王叔比干就不干了，前面几句是夸娘娘漂亮还可以，后面一句你要娶人家就有点作死了。美貌不过作诗一首赞美一下有何不可，要是让百姓看见会传言代王失德，我看还是抹掉为好啊。哼，此诗是纣王所题。无道昏君，不想修身以德保天下，反因淫事侮辱我，实在可恶。而此时女娲娘娘正在伏羲、炎帝、轩辕等老哥几个那儿叙旧，所以帐幔是放下来的。按现在理解，纣王上香的女娲宫等于是总部，女娲娘娘住址，地方上的女娲算是门店，所以女娲娘娘骑着青鸾鸟回来，看到墙上写的是大发雷霆，当时就跑到皇宫准备拍死纣王，但是被两道红光挡住云路。这两道红光的来处分别来自纣王的两个儿子殷郊、殷红。女娲娘娘掐指一算，这两个少年未来也是要封神的，分别是执念太岁和五谷神的神位，看来娘娘是准备拍死纣王这一皇宫的人。殷商还有28年的国运，女娲娘娘不能逆天而行，于是愤愤地回宫。
娘娘，各处妖魔已到。但是不能一掌拍死你，折腾你还是可以的。于是拿来法宝，也是很多仙侠游戏的史诗级道具——招妖幡。招妖幡一出，天下妖魔瞬间汇聚于此。听候女娲娘娘差遣，女娲娘娘只留下三妖，其他人就可以回去了。这个道具不能再精确点吗？这三妖，一个是千年狐狸精，一个是九头雉鸡精，一个是玉石琵琶精。娘娘曰：“三妖听吾密旨，成汤望气黯然，当失天下，凤鸣岐山，西周已生圣主，天意已定，气数十。”你三妖可引其妖形，郭身宫院，祸乱军心，似王伐纣，以助成功，不可残害众生。事成之后，使你等亦成正果。三妖欢欢喜喜地去了，成汤600年江山就毁于他们手中。魏仙班，谢娘娘，去吧。纣王这边看见女娲娘娘后，纣王朝思暮想，寝食难安。这时纪晓岚骂和珅是奸臣废种的废种来了。原著中是废种和游魂两个奸臣，但是无论是哪一版的封神榜，就把这两个人改成了一个人。原因是两个人功能差不多。废种给纣王出了个主意，让四位伯侯每人从自己的属地选100名美女送到朝歌来供大王选美。朝中贤臣当然是反对了，冀州侯苏护更是当面和废种翻脸。纣王直接把苏护给关了起来。由于文太师这个时候正在外面评判，没人镇得住他。比干王叔、商容丞相、西伯侯、武成王闯宫力劝纣王取消选美。这个时候的纣王虽然霸道，但还是听得进去劝的。看几个人极力反对，就作罢选美的事情。期望大王容纳。好好，你们言之有理，我就放弃选美之念。代王圣明，也自然放了苏护。但是毕竟苏护惹了小人费仲，费仲就说苏护极力反对选美是因为爱女心切，女儿苏妲己有绝色之姿，娶回来呗。纣王马上就要认苏护当老丈人，护女狂魔苏护一气之下反了吧，直接逃离朝歌。临走的时候还留了反诗：臣坏君纲，有败五常，冀州苏护永不朝商。简直纣王大怒，马上派兵。这个时候苏妲己终于登场，跳着现代舞就出场了。这个空气刘海也是没谁了。本剧是90年代拍摄的，上海和香港合拍，服装设计国内主创改了气稿，也参观了殷墟遗址。本来我们可以看到古色古香的封神榜，但最后香港为了市场决定还是用了自己的设计，我们就看到了古罗马风格的商场，以及各种90年代大火的小亮片、空气刘海、各种前卫的现代舞。与此同时，苏护的长官北伯侯重和虎已经兵临城下，要么灭城，要么交女儿。那么妲己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呢？且听考古下回分解。封神榜写于明朝，西游记后面女娲娘娘和纣王结仇的桥段，有点像希腊众神没事折腾人的感觉。我们的神什么时候气性这么大了？别觉得错愕，现在有一种观点是，就是周朝时期古巴比伦的12星座就已经传到我国了，实锤是1000多年前就传过来的，所以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是很大的。何况那个时候都是明朝，上古的商朝究竟是什么样子？封神榜这部本身就很奇怪的著作又是如何而来的呢？这部90版的封神榜，史诗与咖的精神并存的作品又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考古会在后面的节目中娓娓道来，这又是一个如此费精血的工程，考古会努力完成的。关注我，及时看更新，有意见建议请弹幕或者留言。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见。